终于曝光了手机二开拍的消息，同时也曝光了全阵容。15年前手机的原班人马葛优、范冰冰、张国立、于帆、范伟等悉数回归。据悉，冯小刚导演、刘震云编剧的电影《手机二之朋友圈》正式立项，由美拉传媒备案。备案显示，本片依然走讽刺喜剧路线。冯小刚透露，电影旨在讨论人是机器、科技的主宰，还是科技和机器主宰了我们人类。手机是冯小刚执导的一部贺岁喜剧片，于2003年底上映，由葛优、范冰冰等主演。影片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《手机》。2003年，冯小刚执导的《手机》上映，当年拿下5600万的票房，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。其中，范冰冰凭借《五月》一角拿下第2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，愈加受到电影圈的注意。